6月26日，瑞玛席丹首次席港走秀，品牌只拿起绯闻当噱头宣传。身材火辣的她半露33C 人间凶器，迎战被称大眼超脸的应届退选港姐徐艳薇。披着吴克群绯闻女友名衔的瑞玛席丹自然成为焦点，一直被传媒追问她与吴克群的绯闻，瑞玛席丹也立即否认小三身份，直言不知道吴克群有女朋友。不会，因为媒体不是就这样吗？所以，而且我不知道他有女朋友，说真的，我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听人家说才吓一跳这样。早前他与吴克群更被拍到相约看电影，瑞玛席丹当天澄清是一群人去约会，坚称与对方只是好朋友，更大赞吴克群为人。所以你们之间就有发展空间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朋友还好，没有这么想过。那你觉得他怎样？他人很好啊，人很好。瑞玛席丹2006年曾为吴克群拍摄 MV， 其中不乏二人亲密镜头。最近被传火速搭上吴克群，兼介入吴克群与赌王三房女儿何超莲的恋情也是扑朔迷离，连赌王的准女婿都敢抢，胆量实在不小。